欢迎到 MLSys.com， 并且输入优惠码 NOX7个享有 5% 优惠哦。Hello， 你好，我是诺斯。好，今天的话我们要来继续进行我这个战术介绍。今天所要介绍这个战术的话，它虽然是个低位单打的一个战术，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战术非常非常适合当你的阵容里面的这个小前锋，其得分后卫是神射手的时候，这个战术将会非常非常适合你。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这个战术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Punch Loop 25。好，这个战术之所以好用的话，就是因为它进攻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的多。当你第一次的进攻机会没有的情况下的话，它会制造出第二个进攻机会交给你，然后并且第二次的进攻机会的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好，那怎么说呢？那我们这边就给各位示范一下实际的影片吧。好，这边可以看到这样的配置，就是外线站的这个是得分后卫以及小前锋的位置，4-5号位站在内线等待这个战术的起跑。好，那这边首先先给各位看一下。好，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在4-5号位的部分的话，已经进行了这个挡拆的战术。那这边是一个双挡拆，其实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对方很可能就已经开始进行补防，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动作。那我们这边再往继续看，好，这边其实已经可以看到 Klay Thompson 已经是一个有空档的机会了。那我们这边其实已经可以做出一个空档给他了。不过这边的话，我想要跑出这个战术最完整的样子，所以我这边首先先放掉。那这边，当我们这个 Stephen Curry 往左边跑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 Klay Thompson 就会往外线走出来。这边你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个4-5号位这个 Kevin Looney 以及 Draymond Green 已经想帮这个 Klay Thompson 做一个电梯门战术了。好，这边当我们已经看到 Emmanuel 挡在门外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可以叫 Klay Thompson 进行一个 catch and shoot， 轻松的得分。好，当然我们这边也有更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边在中间部分做一个双挡拆之后，其实 Emmanuel 这边很可能就会直接失位了。所以我们这边假设在失位的情况下的话，可以直接给 Klay Thompson 做一个三分球投射。而这个情况当然是在这整个战术最理想的一个情况下，这边在完全没有任何人防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轻松的这样子将分数投入进去。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例子。而当你想要把这个双重挡拆的一个效果发挥在最大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各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执行。好，那这边先给各位看一下以下的例子。好，这边一样这个战术。好，在 Klay Thompson 进行跑位的时候，那我们这边首先先传给 Draymond Green。 那 Draymond Green 这个点位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往右边偏移一点点，这边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意思。对，我们这边站位可以站稍微再过来一点点，就是确保你可以完美的挡住了这个 Emmanuel 这个位置。这边基本上人全部被你挡住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Klay Thompson 已经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空位了。这边你只要直接让他这个出手的话，是绝对完美的空档。好，这边再来看一下以下这个例子。好，这边依序刚刚传给 Draymond Green 的做法，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好，在这个时间点，虽然第一个挡拆没有被挡住，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时间点已经挡住了。但是如果你怕挡的这个还不够大的话，你这边可以立刻按住三角形，就是我之前所提过的那个牛角套组里面所使用三角形切入的方式。这边你就会看到 Klay Thompson 往进去切入。好，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已经出现错位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叫 Klay Thompson 进去一个扣篮，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实现最简单的一个得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下的例子。好，其实这个战术的话其实有点不像在这个战术里面，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有点偷吃步的概念在里面。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例子。好，首先 Stephen Curry 直接往右边走到这个位置，对，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直接往禁区切入，就是往右边这个禁区切入。你这边可以看到 Emmanuel 已经被吸引协防了，那这个情况下直接往后面背传给 Klay Thompson 情况下的话，他其实可以直接出一个巨大的空档。好，主要跟各位讲解一下这个战术的话，基本上还是由4-5号位来进行这个战术的这个发起的，而不是由1-2-3位。那这边其实很容易让人误会了，个人都觉得其实这个战术还蛮像是1号位2号位的战术的，
所以这边跟各位讲解一下，这个战术必须由四五号位来进行这个发起，因为它算是一个低位这个贝兰单打的一个战术。好，那一下就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战术的实际演练吧。那本次影片就先到这个地方，如果各位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别忘了下方订阅按钮，并且按小赞助支持工作最新的影片动态。那 B 站的朋友的话，也别忘了按赞、投币、收藏，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哦。好，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